邦金工董事长蔡明忠和员工们一起拍大合照，庆祝台北富邦银行新店分行完成改装工程，即日起将以崭新的面貌提供客户更优质的服务环境。这次重新整个全面的改装是我们大概两年前启动一个新一代分行的改装，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塑造一个让客户可以在银行停留更久，然后比较舒适，然后有一些咨询的空间跟咨询的这个条件呢，可以提供给我们客户。北富银新一代分行打造财富管理品牌的形象，除了简洁明亮的营业柜台，不仅提供客户舒适隐秘的洽谈空间，就连数位化服务专区也是分行改装的重要亮点之一。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呢，来邀请我们在地的这些我们在地的这些朋友或是我们的客户莅临我们的分行。那如果成为我们的理财客户的话呢，我们有送这个德国跟意大利的这个滤水壶啦、保温杯啦，这些都很受欢迎的。北富银新店分行借着这次的完成改装之后，除了希望拓展全新的客源，更要维系老客户，以永续经营的方式成为在地居民的金融好伙伴。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道。